高轩，打败秦深深之前，没有资格爱上任何人。放心，我不会让郑婉莹找你麻烦的。不，也许你该为自己活一次。 你太卑鄙了！你给我下套！有什么事你冲我，你找他干嘛呀？你别以为你攀上了高枝就可以遮着嚣张。杜飞啊，输了呢可以不认，但是必须要保持姿态。人嘛，得要脸面。脸面？你要不是攀上了大龙集团的千金，我怎么会被你白的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脸面？ 谁是大龙集团千金啊？你别装了，她，林过，大龙集团董事长秦慎生的独生女，你早就知道了，要不然暗中帮她干嘛呀？高山，我说你都有能耐勾引到秦慎生的女儿了，你干嘛还在摩天跟我们抢饭碗呀？林小姐。 你可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了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人是鬼？高山，你不是只在大楼实习过吗？你怎么会对大楼和郑婉莹这么了解，连这种细节都知道？我也很好奇啊。职业病吗？看来是我的眼光跟你们不一样。高山，是真的。 不是你听我解释，高山，这么大气，林我，林我你别难受，高山他肯定是家班加太累的，他脑子有问题了。我不是故意想要隐瞒的。不是你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别呀，我不问了，我不问了还不行吗？我数三声，一，二。 没多大事儿，别担心了。我刚才看高山的样子，他好像真的生气了。确实很奇怪，以他的个性，就算是一个酋长的女儿，也应该十万分淡定吧。大概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是大事。 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要回一趟公司，陆通又在搞事情，我可能今天晚上都回不来了。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他，林沃，大龙集团董事长秦振生的独生女。 这都是我员工的血汗钱啊！你让他们怎么活？你让我怎么活？不要跟我说这些。如果我现在不撤资，是不是我跟你要一起死？老秦，你别走。老秦，老秦，你再帮帮我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！